欢迎收看上哥哥说球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啊，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的决赛啊，四川远南美乐对阵江苏女篮的一场焦点赛。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二节的最后两分多钟比赛，现在看看江苏的进攻，25-36，11分了。这球是徐小婷没有打进，李双飞，女子过半场。好的，这边又给到贾善奇，内线抢攻漂亮，又得2分。李太基，金伟娜，马文的外线3分，这边再上，李太基。现在看看四川队王雪萌。哎呀，这球高爽居然没有打进，李双飞给他高爽，再来个中距跳投，高爽老将了啊！这边金维娜，徐小婷再杀，哇，漂亮！29-38，这边四川队继续进攻过半场。看这球啊，好的，这边贾善奇拿球，这边王雪萌内线抢攻，再上，李太基扫地手，好的，哇，这边又是徐小婷，好的。李双飞，女子过半场，还有1分多钟了。双方节奏打得非常快啊！看看李双飞，好的，再传出来，内线再上，哇，漂亮！贾爱琪，内线再得2分，马文。再传，金维娜，好的，这边外线3分球漂亮，这边又是许晨妍外线3分，投地手李双飞，你去过半场，再上。哇，没有打进啊！